彰化县各界纪念先师孔子2565周年诞辰式奠典礼，28日在彰化孔庙隆重举行，祭典全程依循古制，献六义舞，场面肃穆隆重。那我们今天啊，彰化县各界啊，来这里祭拜孔子2565周年的纪念日啊，那我们要发扬这个儒学哈 发扬人文啊道德的一个精神啊，所以啊我们今天很隆重来这里啊来祭孔。祭孔仪式中最为吸睛的，莫过于试奠义舞。是试奠典礼的祭典中所表演的舞蹈，也是目前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。学生拿着增长智慧的极地智慧糕，即穿走勤学门与聪慧门，仪式庄严隆重。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道。